主料白薯500克，辅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白薯切片，平底锅加一些油，均匀放入白薯，两面金黄，最小火焖至10分钟，很香甜。烹饪技巧，无技巧不要糊了就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